看一下正版的，这里镜头。哇！哇！这怎么练的？这个？哎 ，boss， 你看到没？好像看到了。啊！你这样就，不是，你是让我的吧？你是让我的，是不行，是真的不行啊！天哪，好厉害！胡诗怡十秒钟 wink 了30多下，还能跟着音乐踩点，这技能绝了！薇娅和小助理们都没办法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小虎也试了下，眼皮都要抽筋了。大家可以吗？有相当多舞台经验的吴宣仪表现力不必说，曾经却因为表演时多次抛媚眼被吐槽做作，美女也是有点惨了。不过随着吴宣仪的舞台愈发老练，更推出自己的单人作品，魅力四射，宛如一只小狐狸，一起来看看吧。